董将军，董将军，董将军啊，这梁山又开始攻城了。大人，天底下能攻破我东平城的人不超过十个，但他们没有一个在梁山。东平的城门是用生铁浇筑，重达千斤，除非他们有钥匙，否则的话，一般的攻城器械根本就无从下手。哦，大人可以放心，天黑之前，他们一定退兵。不能干！大人，哎，大人，不要了，梁山兵马已经退去了。好好好，将军守城果然天下无双啊，天还没黑这梁山就退走了，看来果真如将军所言啊，根本不用向朝廷请求援兵。这周围的城池都吃了梁山的大亏，如若东平能守住，圣上定会嘉许我东平啊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已经是十天之内我们第四次攻城失败了。这董平什么来路？守城这般厉害，管他什么来路，可是再给我些人手，你与三郎最足会的。十九兄弟，
就找了这么个落脚点。她是整个阮香楼最爱钱的女人，所以就找她了。哦，你早就准备好干这一票。我上梁山寸功未建，好不容易逮到这么个机会，我怎么会放过？我已经联络上我们的人了，明天一早就开始准备。你动作还挺快的。我是专业的。行，那我先去睡了啊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你是少爷，我是下人，我只能和贵公睡一块了。走了。昨晚没睡好啊？那个女人，她一直想拉我到她里屋睡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只能把门锁起来了。你真是不解风情。来了。我们的人呢？那个乞丐，行行好，还没吃呢。还有那三个喝茶的，记住他们的脸。我们在东平的人就这么几个了。早在攻打东平之前，军师就嘱咐我安排人进东平，本来只是探听消息，现在得打硬仗了。行行好啊，各位大爷，行行好啊，多多。别让他们轻举妄动。嗯。东平是个狠角色，我怕动静太大会打草惊蛇。这样，我一个人先去摸摸他的底。嗯，开饭了，开饭了。你来，将军，干得不错。除了吃饭，这些人还有什么难处吗？禀将军，眼下天色渐凉，他们中有许多老弱，晚上在外面过夜，恐怕是……你跟我来。将军，这恐怕……王员外，东平若是丢了，我相信那些梁山的贼寇一定对你的美眷和你的家财会很感兴趣的，所以现在不妨让他们挤一挤。员外，您可是东平最有声望的人，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。还有，你去联系一下你那些有大房子的朋友们，让他们给我准备出50间客房来。50间，我。
哎，大爷，走开，走开，好吧，快走开，行行好了。喂，别走，哎，别走，喂，赔我钱，别走，别走，赔钱。不要走，怎么了，将军？有问题？贼人，休走！拿来。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三千兵！中军的，杀出去！中将军，杀！梁山的，对，胆子还真大。我，我，刘兄，刘兄，我爹。大伟，大伟，在里面，快走，跟上。将军，快！月平来了，你们赶紧撤！混蛋，敢管梁山之事！将军，放！老魏，哎，那边，将军陈开，停！哎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啊、没事就好。没事，啊、好，快起来。
你说你这个废物啊，枉你平时说和这个这个世道，谁是家人，谁是贼，将军可说得清楚。我白天救那妇人和那小女孩的时候，你明明可以出手杀我的，可你为何不下手？将军是个光明磊落之人，用那样的方法杀死将军，不是我们梁山的做法。那你怎么解释你同伙的行为？那是因为，之前我们不了解将军。现在我要用正大光明的方法让将军明白我们梁山的决心。梁山的决心？梁山有何决心？扫除天下奸恶。
应该是太守来处理的。哎，你说这奸细会不会就隐藏在流民里？梁山的人既然敢来，恐怕就没那么简单。奸细的目的是刺杀董将军，那他为何不把奸细的情况向我汇报？相信董将军自有他的道理。董平居功自傲，什么事情都是先斩后奏，根本不把我这个太守放在眼里。没办法呀，大人，整个东平都得仰仗董将军呢。哦，你也这么认为？我东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，这样一直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你去把所有的流民都搜集起来，找一个闲置的军营安置好。这大人这是……你不用管，我自有主张。只是这件事情是董将军亲自督办的，他要问起来我该怎么说？我这也是在安置流民百姓，难道我的方法就没有董将军的好？明白，明白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把这封信送到朝廷，寻求增援。你说的轻巧，军师昨晚传来消息，东平太守已经向上面请求了增援，援兵一到，我们就得退兵。那也不能乱来呀！乱来，哼，笑话！梁山竖起替天行道大旗以来，未尝一败。一个小小的东平如果都拿不下来，梁山以后还怎么震慑天下？哎，东平这么棘手，万一你被抓了怎么办？被抓了我也不会连累你。你去睡吧，明天一早你去联络城里别的兄弟，现在风声很紧，得更加谨慎才行。这几天要看到什么可疑人员的话，一定及时汇报官府，记住了吗？是是是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听说啊，城里混进了梁山的奸细，要我们多留意，还想进来搜查。哼，我说啊，我们这儿进来的都是有钱的大爷，那梁山的奸细要来也不会来我们这儿啊。
也快走啊！追！带走。还是不说吧。你笑，你尽管笑，我一共有17种折磨人的法子。刀子如果再往上刺2寸，他的命就保不住了。哦，这么说他活了？是。下去吧。是。这肯定是梁山杀人灭口无疑啊。看来的确如此，但他说了，他根本不知道梁山剩下的奸细藏身何处。他说了你就信？他应该不会骗我。那梁山的人为什么要杀他？除非他知道梁山人马本部的情报。你说的对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叫史进的就待在太守府，我亲自派人看押。任何人都不能透露他活着的消息。你就等他醒来。等他醒来，末将会亲自审问他。嗯，好好好。
董将军，这史进身上的情报可是我们对付梁山最后一击的机会啊。滚，都给我滚。将军，他还是不肯吃饭吗？是，下去吧。像你啊。那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，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不相信我。被自己曾经最信任的兄弟给捅了一刀，还差点死在这儿，你说我应该什么样子啊？兄弟们，你们不认就别怪我不义了。梁山的粮车会从这里路过，再经过这条山路，他说的就是这些了。好，太好了。自古用兵，粮草为重中之重。梁山此来本就是长途奔袭，如果能断其粮草，我东平之困便可迎刃而解了。是啊，难怪梁山的人要杀这个史进，原来他知道这么机密的事儿。卢昌吉听令，末将在。我命你带一队兵马乔装出城，去这个地方侦查，切记侦查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，一旦有确切的消息立刻回报。是。大人，卢将军一旦带回可靠的消息，立刻派我出城。好，就来家中。
来见那个叫史进的。是。谁啊？干什么？说，你是不是给我们用了苦肉计？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哪有苦肉？董平中了埋伏，你还在跟我演戏？我演戏，我被梁山的人刺成这样，现在几乎是个死人。太守大人能演，演一个给我试试。再说了，那梁山如果攻破东平，我会死得更惨。我为什么要胡说？而且，敢问太守大人，那董将军所去之地，是不是梁山的运粮密道？我的情报肯定是千真万确，可是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。梁山军师吴用更是诡计多端，我只是说出了我知道的，你们怎么做那是你们的事。你少跟我巧舌如簧。要杀便杀，我本来也不怕死，之所以出卖梁山，是为了出这口恶气。这口恶气也出不了了。大人，不好了！不好了，梁山又来攻城了！什么？慌什么？你们以为董平不在，我就没有对付梁山的办法了吧？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对付梁山的。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，目睹什么呢？快点，快点，跟上，都给我快点。快点，快点，快，快点，过去，老实点，过来。我不想死啊，我不想死，快点。
编队伍准备出发，快点！董平跑了，抓住董平，追！是。这还真是险呐！梁山如此费心，这岂不是竹篮子打水了？所以，这梁山不过如此。啊，好，将军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将军回来，董平就平安了。听说你临死前要见我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大人，我的确已经不是梁山的人了。哼，你是不是梁山人已经不重要了，董将军已经回来了，你就等着跟阎王爷去说吧。那我就先走一步，在地狱等着大人。哼，就凭你！就凭董平和梁山里应外合大破董平。你说什么？大人，梁山的军营是那么容易逃脱的吗？梁山迟迟攻不下董平，就是因为有董平。好不容易抓到了他，按道理不杀他就已经不错了，怎么能让他轻易逃脱？我总算是明白了，我们现在都被梁山当枪使，先是利用我被抓，然后再找人杀我，故意让我说出粮草的情报，诱董平出城。他们以为若董平不在，便可攻破城门。可是没想到，大人你会把难民当作肉盾放在城头。如果梁山强行攻城，只会让他们名声扫地。可这一次若是攻不下东平，他们一样会声威受损，所以他们只能兵行险招。你继续说。我了解梁山的套路，他们曾经这么干过，就是让已经投靠梁山的董平回到东平里应外合。闭嘴！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董将军回到城里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把大人放在城头的人质给撤下来。什么命令？
更保险。那您就不怕梁山殊死一搏，百姓死伤吗？我更担心的是东平失守。大人，您是不相信我能守住城池？如果不信将军，我能把军权交给你？我现在已经回来了，那大人为什么执意不肯撤下这城头的百姓？梁山迟迟攻不下东平，就是因为有董平，好不容易抓住了他，按道理不杀他就已经不错了，怎么会让他轻易逃脱？清风，你怎么看？只有你对我最忠诚，可惜啊，你却是个哑巴。大人，董将军到。董将军，大人，我们开门见山，说。史进他为什么还活着？他还不到死的时候。什么时候？这个我自有安排。大人，您怀疑我？我怀疑将军什别以为没人看得出你在演戏。现如今东平的防务已经与我无关，可你还苦苦相逼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活命啊。东平要是破了，梁山他会放过我吗？够了。不过有城墙上那些百姓在，梁山是不会攻城的。王将军一世英才啊，口口声声说要保护东平的百姓，这一次不料却被东平的百姓给保护了，真有意思。别以为我不敢杀你，你也别以为我是真的怕死。我会揭穿你的伎俩的，雁过留痕，你一定会有破绽。我等你。大人，大人，出事了。啊，大人，他中的是乌头之毒，幸亏及时发现，命算是保住了。怎么回事？董将军前来看过，董将军离开后没多久他就这样了。来人，大人，把董平给我叫过来。是。李将军，该说的我都说了呀。一开始我的确是收了他们的钱，接应他们进城，后来我将功补过了，是不是？一发现他们是梁山的奸细，第一时间就跟踪。
是一个穷带兵的。只能重新夺取太守大人您的信任，所以将军威逼利诱我，众目睽睽，将军自然不敢动手。可是我没想到，将军居然会下毒。董将军，史进所言是否属实啊？好，编得真好。董将军，你是不是该说清楚啊？给我让开！给我追！追！追！做大事！保护董将军！
大人，这怎么回事？让董平跑了，我们追了半天，只杀了一个接应他的人。大人，这人我认识，他是梁山，之前就潜伏在东平的人。快走。果然不出大人所料，董平真的投靠了梁山，否则梁山的人怎么会救他？太守大人，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、啊！万一董平他们与梁山里应外合，就能打开城门呢？卢长卿听令，在。你率领太守府的精锐之师前去城门死守，以防有变。是。请方案，送他下去休息。
小的，我这可，堂堂一个太守，居然比梁山的贼人还卑鄙，我这就去。董将军，董将军，将军你歇着吧，让我们梁山来解救东平老百姓。怎么了？啊，史进不见了。糟了，走，去城门。呀！啊！啊！史进，兄弟们，我来了。有我在，你们谁也不会得逞。给我赶上去！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好，快点，快点！看你如何得逞。太守大人，史进，都是你捣的鬼。没错，是我。我真是瞎了眼了。不是你瞎了眼，是我为了这出戏下足了血本。被抓了我也不会连累您的。明天你去联络城里别的梁山兄弟，风声很紧。给爷送茶水来了。哎呦，这种事儿我来就行了。我故意让李瑞兰告发我。你觉得他一定会告发我们吗？他那么爱钱，一定会的。我要见卢将军。见卢将军干什么？我知道梁山今夕的下落。带走。在与梁山兄弟上演了一场苦肉计。Thank you.